功夫广场劲，功夫广场劲，功夫广场劲，功夫广场追潮，功夫广场正式启播，功夫广场正式启播。September on the 15th to the 17th of this year.
We are having the World Hall of Fame Conference. OK， 我们在今年的九月份，那就是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我们有主办这个世界风云名堂峰会，而且我们还有主办马来西亚沙勒国际南洋武术龙世界，而且我们还有在配合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还有在主办另外的一个节目，就是世界高段武术名人表演赛。好，我希望说各界爱好武术的武术的爱好者能够派队前来参加我们的赛会。